真有这么大气？菲菲，来现场吧，没关系。我问一下雨菲，你是被吓到了还是有惊喜？我没有惊喜，我只是想跟月做好朋友，我们一直做好同事。做好同事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把爱情拱手让人。这个月月让你来到现场，你愿意来吗？你来吧，菲菲，我们把话说清，我们也会不会尴尬了？我肯定不会在这个公司了。你们俩好，我可能心里会。这样吧，给那个雨菲一点考虑的时间，好吧？把第二现场先关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开始要说清楚多好啊。因为之前在公司里，公司有明文规定，你开始拒绝他不就是了吗？不，你开始不要说明公司的明文规定，你就说你不喜欢他。我怕拒绝他以后他会很没面子，我俩在工作上。他现在不更没面子吗？他现在还后面还有你，还说出你喜欢的女生，他更没面子，面子往哪儿搁啊？不，我确定一下啊，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不是搪塞吧？不是理由吧？是真话吧？真话。你上次你跟他说的是搪塞，他说以办公室制度为名拒绝了他，你没有说你直接说不喜欢他。今天你说的句句是真是吧？是真。月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好用吗？我问一下啊，你真的要雨菲出来吗？我要他出来，我要把话说清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这事儿这会儿收场还挺好，你要让雨菲真出来的话，就大家伙都难看。